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农历六月十九，观世音菩萨成道日。这节课我们开始讲第十八品经文。 超世稀有，第十八。这一品经文品名“超世稀有”，世尊以较量的方法，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、威德神通。我们从中也能稍许体会到庄严的真相。 因为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，绝不是菩萨们能思维、想象、言说的。本品经文显极乐世界正报、依报悉皆超越世间，甚为稀有。我们学习这一篇经文，就能体会到。 世尊的慈悲至极，智慧至极。尽管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不可思议，世尊仍有善巧方便的方法，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极乐世界的庄严。请看经文：比极乐国。 所有众生，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咸同一类，无差别相。这一段经文是说极乐世界的正报超世稀有，极乐世界的众生，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。 这要跟我们这个世界对比一下才知道，我们这个世界找不到两个相貌相同的人，就是双胞胎也不完全一样，所以好认，不会认错。极乐世界的众生相貌完全相同，众生的容貌和色相。 都非常美好，美妙微妙到极处。这里说的是同居土的众生，那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就更不用说了。况且，极乐世界是一土即四土，四土即一土呀。经上说。 容色微妙，超世稀有，贤同一类，无差别相。相貌跟谁相同？跟阿弥陀佛相同。完全是按阿弥陀佛的模型，好像造出来的一样。人人都是阿弥陀佛，这是第一个超世稀有。 法性清净身体，故云稀有。娑婆世界众生是有漏生灭身，极乐世界众生是无漏清净身。娑婆世界众生是法相身，极乐世界众生是法性身。 法性身是清净之身，法相身是染污之身。有同修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：我们是娑婆世界的法相身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怎样变成法性身的？什么时候变的？老法师。 是这样给我们解释的：法相变成法性，这就是相宗所讲的转八十成四智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无论是从哪一个佛国土，从六道轮回哪一道往生到极乐世界的，统统是。 法性清净身，他什么时候转八十成四智的？我有个想法，我想的是，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往生。你看他来接引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念佛，深信切愿，老实念佛。阿弥陀佛讲堂外面。 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，这个莲花有名字。我念佛念的，我将来往生就是这个莲花来接我。阿弥陀佛带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，接引我们的时候，花是开着的，花自然开的。 我们坐在莲花里面，坐在莲蓬上面，花就合起来。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，就放在池里头。这时，花是合起来的，等待花开见佛。花一开就见阿弥陀佛，那个身相。 就是法性清净身，所以转八十乘四智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夫，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。什么时候变的？在莲花里面的时候，把我们转变过来。所以这个身一出现，身相跟阿弥陀佛。 完全一样，容色微妙，跟阿弥陀佛相同。每一个人都跟阿弥陀佛相同，所以人人都是阿弥陀佛。这是第二个超世稀有。对于上面这一段解释，师父老人家非常谦虚。 他说：“我看的经不多，没有看到。诸位查查，看经典上有没有这个说法。对老人家的这几句话，可能是一种灵感吧。我是这样认识的。在经典上，老人家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说法。” 但不等于经典上没有这个说法，只是还没有看到而已。这是我的第一个认识。我的第二个认识是，这一段话，老人家亲证了。没有亲证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。以上两点认识，是我个人认识，说错了，因果自负。 有人可能有点担心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容貌身相都一模一样，怎样区别谁是谁呀、啊？等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能认出在我之前往生的家亲眷属和亲朋好友呢？诸位不必担心。 别忘了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有大神通，一个都不会认错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待遇是阿维月智菩萨。一往生，就是阿维月智菩萨的身份。阿维月智，识破一品无名，正一份法身。 法身菩萨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真正不可思议，精妙之极，故云稀有。这是第三个，超世稀有。天人不动众，清净智海生。这两句是《往生论》里头赞叹的。 天人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往生的众生。极乐世界只有两道，人天两道。所有众生皆是以清净居之流现，超越世间，故云超世稀有。清净智海生，清净是莲花化身。 智海是智慧之海，不可思议。十方世界没听说过，只有极乐世界有。这两句话里有“清净”二字，“清净”两个字就是转识成智了。阿赖耶没有清净的，阿赖耶是染污的。你看。 阿赖耶第八识是含藏种子，像仓库一样，好的、坏的都在里头。无量劫来的习气种子全在里头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莫那识是染污，所以八十是染污，八十是生灭法。 他是把自性转变成八十，怎么转变的？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从无明不觉生三系，这就是阿赖耶。阿赖耶的三系相、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。转向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是念头。 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。谁变的？念头变的。所以它是染污，它不是清净，它是动的，它不是安静的。真心不动，真心清净。你看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。 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染污，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的相。第四句说，本无动摇，它从来没有动过。业相就是动的，业就是一念不绝。怎么样回归觉悟？ 阿弥陀佛，这个功德太大了，对我们爱护的无微不至。我们生生世世解决不了的问题，这一往生还没有到极乐世界，就给我们解决了，在莲花里头解决了，在莲花里解决的，这是第四个超世稀有。 所有众生皆是一清净句之流现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又一个超世稀有。流现就是出现，清净句是往生论上说的。什么是清净句？就是讲的一真法界，就是讲的。 当人自性，可是我们的自信迷了，起的作用是烦恼，不是清净。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微身加持，所以个个都是无为法身清净之体，这是十方世界没有见到的，超越世间。 故云，超世稀有，这是经上讲的。不但释迦牟尼佛的世间超越了，一切诸佛刹土都超越了，这是第五个超世稀有。西结莲花化身，真金色身，三十二相，故云超世稀有。 佛当年说这个经，随顺此土世间人能理解所说的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世界贵相，印度也有算命看相的。三十二相是世间贵人之相，什么人？转轮圣王具足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。 释迦牟尼佛也具足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三十二相。观经里面讲的很清楚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的身相，就是极乐世界所有大众的身相，跟佛平等的。佛有八万四千相，每一相。 又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随行好，又放八万四千光明。每一道光明里面，都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，佛菩萨在讲经教学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要知道，经里所说的，是佛随顺。 世间之见所讲的，这真是超世稀有。这是我们总结的第六个超世稀有。这一品经文的品题是“超世稀有”。为了让同学们有个抓手，我尽力把“超世稀有”说的具体一点。 形象一点，所以把老法师讲的超世稀有归纳整理出了六条，供同修参考。请同学们千万不要误会，西方极乐世界绝不是只有这六个方面的超世稀有，极乐世界的超世稀有无量劫又无量劫也说不完。 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，请看下面经文。佛告阿难：譬如世间贫苦乞人，在帝王边，面貌形状，宁可类乎？帝王若比转轮圣王，则为鄙陋。 由彼起人，在帝王边也。转轮圣王威象第一，比之刀立天王，又复丑烈。假令地势，比第六天，虽百千倍，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，若比极乐国中菩萨。 声文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，不相及待。说到超世稀有，为了更直观一些，黄念祖老居士做了五番比喻较量。较是比较，量是衡量，五番较量。 如下：第一番较量，拿乞丐与人间帝王相比较。一个乞丐，讨饭求生之人，憔悴、丑陋、肮脏到了极点。这个穷苦的叫花子站在帝王身边。 他同帝王能相比吗？人间帝王养尊处优，形貌丰润，容颜光泽，再加上装饰，这怎么相比？一个是大富大贵，一个是贫穷到极处，以乞丐比人间帝王，则丑陋甚矣。 第二番较量，人间帝王与转轮圣王相比较，人间帝王与转轮圣王站在一起，人间帝王就卑鄙丑陋多了，就像乞丐站在帝王边一样。第三番较量。 转轮圣王与刀立天王地势相比较，转轮圣王是世间的，金轮王统领四天下，跟刀立天不能比。转轮圣王虽然威相第一，可是比刀立天王，就是我们常说的玉皇大帝帝势。 那么转轮圣王又比地势丑略多了。第四番较量，第四天与第六天相比较，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，天主是波旬，这是欲界天的最高一层天。波旬福报大，长相好。 地势与第六天相比，相差甚远，百千倍都不止。第五番较量，第六天跟极乐世界的天人、菩萨、声闻相比较，不能比，虽万亿倍，不相及待。以上五番较量。 你听明白了吗？人道、天道、极乐世界，你选择去哪里？如果你真正把六道、把十法界搞清楚了，你决定向往极乐世界。请看下面经文：至于威德皆位。 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具备。阿难应知，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威德是威神功德。极乐世界的人，他们都。 神智洞达，威力自在，开显了神妙难测的智慧，洞然通达本源，并且威力无比，自在无碍，所以他们的威德无比。阶位，阶是阶级、阶梯，位是品位、地位。 极乐人民的皆位，更是十方世界不能相比的。偶遇大师称赞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，说这是十方世界所无。既是阿比拔智，但还是凡夫。既然是凡夫，可又是阿比拔智，他三不退。 这是极乐国土所独有，超世稀有，十方世界之所无。凡夫就不退，这个阶位是十方天人不能比的。例如，一个地势突然五衰向现前，他有天眼通。 可知道自己的未来？他观察一下，看到自己下生将生到某地一个驴的耳朵里，驴耳朵里长了疮，疮里头有蛆，他也要变成驴耳朵里的蛆，于是大恐慌，求佛加批。 佛传了他法，让他去修法，他才避免了。只有极乐世界，只要一去之后，就不再退了。所以一切天人不可相比，神通变化，极乐的声闻，掌中能吃一切世界。 就以现在的天文学来说，宇宙有多大，星球有多少，都不可测，何况十法。可是极乐世界的声闻，一掌之中都能抓住，这是多么大的神通！再者，极乐人民能在一念里头超过一纳尤他。 百千佛刹，在一念的刹那间，超过这么多佛刹，而且周遍寻历供养诸佛，所以远远超过二成，何况天人？所以说，威德皆位，神通变化。 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是百千万亿不可计倍。所超过的，不是百千万亿倍，而是说不清的倍数。佛就叫着阿难：“你要知道，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。” 不可思议，所以一部华严就是不可思议。阿弥陀经经名也是称为不可思议，这两部经都与本经同步，本经具体是不可思议，所以超世稀有。 第十八品经文讲完了，下面我们讲第十九品经文，受用具足第十九。这一品经文，世尊详细向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生活状况，所有极乐国人。 皆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。如上种种殊胜受用，悉皆具足也。是乃总显正报之身心，依报之胜福，悉皆超世稀有。 本品略显福德无量，衣食宫殿、悉皆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请看下面经文：福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，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。 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，一切丰足，宫殿、服饰、香花、翻盖，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 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极乐世界的所有众生，请注意“所有”一词，这就是在极乐世界的品级，从上上品到下下品，所有众生都包括在内。从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根性不同。 最高的有等觉菩萨，有法身大士；最低的有地狱众生。阿弥陀佛的愿力真大，他所接引的对象，他所帮助的对象，他所成就的对象，是从地狱众生到等觉菩萨的所有众生，地狱众生。 能升极乐世界吗？能。为什么？前世修行的不错，临终时一个错误的念头，他堕地狱了。这种情况可能有，而且还为数不少，一念之差呀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临终时。 一个不如意的事情，一个不高兴，一念嗔恨心，就做地狱了。比如病重、病危的人，临命终时被送进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，这样走的人下地狱的几率比较高。为什么？ 因为痛苦异常，又身不由己，难以表达，这时会升起强烈的嗔恨心，嗔恨必下地狱。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明的，往生的条件，并不一定是三善道的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都包括。 所以，无论在哪一道，关键是在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《阿弥陀经》说：“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得生彼国。”畜生、恶鬼、地狱众生，他们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不是这一生修的。 也有这一生修的，他曾经修过临命终时，这个善念生起来了，想阿弥陀佛，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就去了。极乐世界所有众生，或是以往生，或是现在生，或是未来当生。 都能得到远胜第六天王的诸妙色身，相貌端正庄严，福德没有限量，并且智慧明了。在本经有说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。密藏的密字，不是指保密，而是对你说。 你也不能懂，告诉你呢，你也跟没听见一样；你看见也跟没看见一样，所以叫做密。佛的密藏，唯佛与佛乃能究竟。可是这许许多多菩萨也都彻底明了，所以说极乐世界的人。 智慧明了，明是明明白白，了是了了分明。明白什么？怎样才叫了了分明？那就是如实知自心，如实知道自己的本心。这也就是禅宗与大密宗的核心，神通自在。 上一品经文里已经谈过极乐世界众生的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具倍。本经又说，以方便之增长了之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，方便之，又名。 差别制权制根本制就是实质，宗门常说，根本制易会，差别智难明。一代佛教的化导作用，在于方便制度生妙用全化的法，都有方便制由于此智的显现。 可增长对于自心实体的了知，且度生事业不离神通方便之的开显，认清了从本以来自然安住于神通法中，所以智慧明了是达神通之本，达了神通之本。 就能自然了之，神通本有。所以说，但得本，莫愁莫，根本质是本，你虽破本参，你悟了自己的本有，是之有了。这个是根本，那神通只是圣莫边事。 是圣道末了边边上的事。现在很多人舍本逐末。你说他不信佛吗？他信佛。你说他不用功吗？他用功，但是他不在根本上用功，他就追求那圣末边边上的事。 他把那个看得很重，所以说颠倒见，若不信佛法而信外道，那是更大的颠倒。你信了佛法，可是你单单看到神通、奇异功能、瑞相与灵感，这叫做复佛外道，是复在佛法里的外道。 下面说说福德无量。由于福德无量，所以种种受用，一切都丰富充足。宫殿、服饰、香花、翻盖、庄严之具，随自己心里想什么，就有什么。 请看下面经文：若欲食时,时，七宝波气自然在前；百味饮食自然盈满。虽有此时，食无食者，但见色闻香，以意为食，色力增长，而无辩会。 身心柔软，无所被着，事已化去，实质浮现。这段经文的大意是：到了想吃东西的时候，七宝的薄气自然出现在前，许多美味所成的饮食自然充满薄内。 虽然显现食品，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吃饭的人。这都是由于他们的习气。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想吃饭了，饱钵和食物自然现在眼前，但并没有人去吃它，只是看看就行了。极乐人民。 以意为食，看看食物的颜色，闻闻香味儿，意思上领略了，就是吃了。凡圣同居土中，许多人仍是凡夫，所以吃食后，身体与力气都增长，并且没有大小便。 受用极乐食物的人，身心柔软。人的身体年轻的时候柔软，越老越硬，死了就僵了。心意的缺点是刚强难化，柔是柔和、和顺，才好教化。所以柔软很重要。 极乐众生，对于未尘不去执着，对于饮食毫不贪恋，吃饭也是一件事，饭吃完后不用人去收拾，食具自然就没有了。所以，这一切都巧妙灵活，来也无所从来。你一想。 他就来了，来了，你见色闻香，身体也得到好处，事情完后，剩下的东西器具自然就没有了，极其自然。到了你又想吃了，饱波欲饮食，又自然出现了。请看下面经文。 富有众宝妙衣，冠带璎珞，无量光明，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，自然在身。这段经文是讲服装。众宝妙衣是用多种宝物所做成的美妙衣服，观。 帽子、带、身上系的衣带、璎珞，印度古诗，贵人把许多宝穿起来挂在身上，叫做璎珞。也有的用花做璎珞。以上种种都有无量光明、百千妙色。这个衣服、璎珞等等。 都是众宝所成，宝物放光，所以光色微妙。像观经所说，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，所以有无量光明。而且观经又说，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，每一个光里头。 具有八万四千种颜色，所以百千妙色，色又放光。观经说，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。所以光中出色，色中出光，微妙光色，细节具足。 这种圣妙衣服都自然在身，不需剪裁缝制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所居舍宅，称其形色，宝网弥覆，悬珠宝灵，奇妙真意，周遍教室。 光色晃耀，尽极严厉，楼观蓝水，堂宇房歌，广狭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清静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这段经文是讲住所。 所居设宅，称其形色。极乐人居住的房舍与宅院，他们的形状和色彩都非常相称，调配巧妙，并且也和居住的人大小色貌相称。例如，多少油性高的身体。 那要有与它相称的大小的房子，房子由以宝珠、摩尼等制成的宝网普遍覆盖在上面，悬珠宝铃，宝网上悬挂种种宝铃，所有宝铃、宝网和设宅都是奇妙真意。 奇是奇特，妙是美妙，珍是珍贵，异是特异，都是出奇的美好、美妙、珍贵、稀有。如上所述的，房上有网，网上有灵，遍布在极乐国土，彼此教示，教。 是相互相交的意思，表示所有的宝彼此装饰，作为庄严，并所有的宝都放光明，光中有色，色中有光，而且晃动变化，明亮显耀，极其庄严，极其美丽。 国中楼观、楼台、栏水、栏杆、堂、殿堂、大殿、与屋檐、屋边、房、厢房、居室、阁、楼阁，他们或者在虚空，或者在平地，种种的情况。 都是清净安稳、微妙快乐。慧叔说：“极乐没有五浊，所以说清净；没有变化，不衰不坏，所以叫做安稳。沉沉都不可思议，任何一个微尘都不可思议，所以说微妙。” 永离身心之苦恼，所以叫做快乐。极乐世界的人心中所想念的物品立即显现，所以是应念现前，随想随到，没有不如愿的情况，所以是无不具足，没有欠缺。 这样美好的极乐世界，我们怎能不去？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